我拿一种那个啥麻雀，是麻雀，小麻雀，麻雀，麻雀叫。好，你讲我要买一只那种较入门的那种，多爱钓我什么美人虾无？你讲剩一只嘛？迄只我要买回来啊！啊，拄啊走一队啊！啊，第一只诶，刚刚走一队啊！你拄啊又走来只？刚好快，因为刚刚在玩猫，来发现了，哦，哎，真水呢！我头下这只会买，啊，嘿，你讲这海星有无？这买一只，哎呀呢，买只红的这啦，啊，伊这袂超鱼啊，好，这一家就是，好像去年的啦，去年白龙雪，伊当阵啊。我们龟旁的熊来这边，啊，跟他采访，没想到后来我会养海水鱼啊。我才看到，刚要我来帮你勾啊，你咧看有啦？伊伫遮。美人虾不能太勾。哦，美人虾无勾。美人虾不能太勾。哇，搁走诶！你说唔敢我杀断就对了。诶，伫遮啦，头啊，伫遮啦，遮啦。真歹抓呢。米小村，米小村，抓到了，好出来了，水，啊搁迄落啦，这只较你较囝较大只敢无？这只算大，后壁迄只较有较大只，哦，迄只较大只好啦，较有较大只，差不多啦，啊，迄只好啊，有较大只吼，好。啊！伊这伊嘛是叮当嘛，啊！这免，这就同我一般饲料伊就自动去食嘛，当是安尼。好，我们来结账。咦呀！爱来得。是真个假？啊，但是讲个，伊讲个，咪啊讲个一工一尾哦，啊无讲个小炒嘛。嘿，小炒，讲个是假。对啊，啊但伊讲个无变哪看，嘛唔知嘛。唔知个，伊个配对。嗯。海参呐，这嘛有啦。这只什么？唔知什么金呢？什么？这来海胆呐、喔，对啊，这海胆。啊，这间乌白叉，这嘛是食藻类。啊，伊白叉一样啊。没有。啊，这海胆，够大粒个。够大粒。他安尼无，你讲这做啥麻粉海胆了？这买一条好啊。好啊。系啊。哦，白同学已经开始入坑啊。来哦。哎，无，目前无卖，无卖。我这球是红葡萄、啊。好。阿袂饲好，我无卖。哎、欸，但是头你这螃蟹这，伊这唔免徛迄落，伊壳袂只浸一下，跩迄落变软个啊。袂，伊会当完全拢伫水内底生活。哦。唔知超伊啊无？你讲这是咩倒钓啥物物件？哎、欸，小爽蛙片。哎、欸，像这。我爱读啊，写一个细只，没关系，我就是大概生物多样性的物件先细的先来，大概先买一下，哎呀，先起送的啦，哎呀，先让它保有生命力之后，我们再来做一忘二。啊，我老公那美人虾买，我那美人虾啊，佮种虾也无同，佮相加，买啊，伊买嘛，无同款嘛。我先当饲啦，等下袂死，我再佮来加虾啊，对个。好，大概先我们先买。一颗海星，
美人虾，还有一颗海胆，对不？付钱啦，问者，啊，若讲迄海水无变怎？啊，加我会自动加水站啊。我头先当作这种物件，拄啊想叫你咧卖水哦，所以这个我嘛是赶快到时提桶啊来，啊落去伊就自动出安尼嘛。对对。他这个这是真正，你这是人工加，是真正去海水，欸、海水过来，啊，所以来伊内底什么比重浓度，我等于个牛牛。要不然没扭，直接下去就好了。基本上它的浓度是1.5，比较适合珊瑚缸。好，安尼好，头下谢谢哈。好、哦，来，白同学又去买鱼了。刚刚你有看到，现在要来放这个，你们一退啊，我店要放这个海胆跟这个海星那个美人虾啊一样、嗯。我们先来兑水一下。好。哦，对，我那些蛋白质我们记得先关掉，我不然水会行起来。好，兑一下。来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哦。因为我这虾这一只一百只算水哦。对。你讲这什么消未起啊？美人虾嘛。对。啊，海星，我这买一百啦，啊这买两百啦，啊这一只嘛算一百嘛。对啊，一百。对啊。大细个拢。这海胆啊上美哦。对。好。把你饲了大嘛。我们再对对温对一下吧，大只也当吃对啊。对。娇生了，哎，大概那买海水鱼啊，你拢伫我边啊。嗯，对啊，哪几款？这算阮师傅啦，哦，哎，袂歹，我们今天你甲迄个啥，帮我饲安尼，我先难养的，先养了大概两三个月吼，我感觉过迄个感觉叫做自信嘞。好，好，等待啦，啪啪来，经过大约20分钟，我们要把它抓起来，大概兑一下水。哎，软体动物兑水敢有差啊？无啥路用啊！但是咱嘛是为着咧拍伊，咱是买全世界标准红看。来，你甲我翕者，我咧甲我翕，我要来翕、啊，我来对水红看。好啊，定定了吼。好，好来，白龙穴外行人来对水，好来，真歹。来翕个水哈。好。人若讲画面歹看，你都要负责啦吼。哎、欸，海胆用手捏到底安怎？伊个。咱手会去擦着哦。小，伊迄是软个。啊，迄擦咱到底？会破伤风无？袂啊！你即穿这你较透些，吓安尼做 YouTube 简单无？无简单。简单啦，吓啦！哎、欸，那擦鱼棒晒哦。对啊，还是晒晒。海胆的棒晒。吓啊！哎呦，一条呢，那顶球呢？海胆的棒晒。哎、欸，我第一个知海胆的棒晒呢。来，过来，摇好势哦。好。好。因为你就是要看观众。你是一个观众，你最想要看迄个画面，你来翕出。嗯。海胆的放晒。动作真慢啊！好，好。啊，这是正常要冰一冰的。嘿，冰一冰。你唔知甲我吵无？摸到触感足奇怪呢。伊饲的黏物件呢？伊的饲的黏呢？没啦。我来伊饲，你都爱搁我落来吓安尼。嗯。哦，啊！这虾啊，咱怎么用无？你卖动，手卖动，放大嘛，人就要看这只的嘛。哦。嘿。啊，这哪有一条青鳝鱼嘛是伊放的哦？无，迄是迄落藻类，你有拉到的藻类。这水呢？这缩啊，无个缩死哦，个缩死无嘞。那安尼，伊怎啊惊掉的呢？怎么这样子嘞？小块较粗咯。较歹势，好。来，好给我，你帮我较注意好。我来验证。好来，兑水。靠呀！这，你定着这？刚刚那个手机宕机，好，来，冇紧，继续对水，好来，好，好安尼对个，好，甲藏咧，藏了要先观察者，真好耍呢。但我知啦，伊清洁虾哦，伊就是无头前这两个大鳌啦，对啊，啊美人虾有侪啦，对啊，诶、欸，这海星嘛算水吼，对啊。这是有观赏价值的海鲜。啊，这啦，也摸会叮当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拄仔咧摸的触感足奇怪，讲赞成去摸个摸一下呢。
好耍呢。马粪海胆，听诶，我这这讲，迄玩具要做安尼行，开一下做袂出哦。对啊。好，等个20分，好来，对水完毕你杀咧。系啊。你讲海胆，海胆我确定当用手抓嘛。系啊，会使。我想我抓起来了，伊袂甲我插落去，你莫甲我骗咧，我都单纯的咧。啊，插着啊。一束嘞，好来，那个扛好，你先提走。我海胆想要甲扛到边，哎，海胆敢会当海葵共生？伊袂使哦，伊会去插着我扛夹个只去啊。伊会走啊，海胆走。好 ，OK。哎，伊也来只插，伊也是啊。袂啊，伊袂遐讲。好，啊，佮海星我袂当用手咧杀。海星用手咧。这插着袂死啦吼。袂。啊，伊会输呢。诶。会小可输，诶，其实这是伊变啊呼吸，啊，这叫这海参叫什么名？红海参。啊，我会当佮放伫罐顶，还是来放伫下骹？不要紧啊，你若放对，伊嘛是会走啊。是哦，放到你佮计较，啊，咪来放遮啦。因为我海参就写伫头前啊。伊赶快走。会走哦，啊，伊输伫罐顶嘛。会啊。好来，虾啊。你讲这袂当用手捏，袂会断手。嘿，伊会断手逃生。好来，你佮放喺岩石遐，袂当。抓走去海葵，唔知抓翘去无？敢袂？伊惊海葵，伊会走过去海葵。对、欸、哇，伊去撞到，伊敢安怎？好，你先起走，伊敢安怎？袂，伊袂安。诶，这一只一，这一只一包，敢会让加卖了？唔知。啊，不过会相拍。哦，这一只着。嘿，伊爱一公一母啊，一山不容二虎。真无聊，啊，你若清洁虾就卖了。对啊，清洁虾。啊，哪加熬？啊，我若搁买清洁虾，确定要甲伊冤家吗？卖清洁虾卖。啊，伊嘛袂去人教呢。嘿，伊当对同类会生气。伊有遮乖吗？伊三不容二虎啊，除非一公一母。哦，对，除非一公一母。好，蛋白质要开了。来，鱼放好之后，欸，海胆今仔咧行呢。对啊。海胆行来遮呢。我同学在看，看到尾啊，搁海水嘛，搁入蚵仔入坑咯。我这海水晓人带，真正咧饲，真正入数加足紧尔。啊，无你啊讲完全对袂晓，甲真要用到这哦，我感觉冤枉钱啊，还要开偌济钱？迄真正开足济钱诶，所以班同学真正足感谢你诶。啊，即只会食？诶，真正是小型诶迄种海参馆啊咧。对啊。我收咧。好，欸，伊海星随走来遮呢，伊拄咧行，是你倒落去？伊走啊，伊走。毋是你倒水的关系啊？无啊。我即摆要先看这個，迄个啥小丑鱼。欸，这只小丑鱼真像人呢。看小丑鱼当时要走开伊的海葵啊，真像一个人的面，觉得像人耍人。面咧看真饱咧，这一只饱哩熟了。啊，一只是李亚五尔嘛，迄只我迄只什么天狗李亚五嘛熟了，迄只嘛熟。因为白龙学先对熟鱼开始饲得个，怎么先盘点？啊，这只一百，这一百，这嘛一百，啊这百二，这250。对，伊确定伊白斑对了，伊原本的白斑。开始好名，这只叫250。嘿，你也五个，嘿，你也五，啊，这百二，嘿，啊，这一百，这一百是100，一百，这一百啦，一百，啊，这只200，两百，啊，这若真正买嘛是200嘛，就赔300，这条可能爱300-400，好400啦，好，哎呀，怎么17:30刚看嘛还好吼，对啊，因为这只较肥水吼，对啊，嘿啊，好，好啦，大概就这样子啦，啊，欠食物件无去买啦。对啊，海水比重计啦。嗯，对。好啦，行，水来买。好，再见啦。